到。哎，他真的变好瘦哦，我不想跟他站在一起。你现在几公斤？我现在只有90几公斤。可是因为他很高，你190对不对？194。好，哎，现在是最这个精彩时刻，还有音乐，还有音乐。我先讲讲这个音乐叫做 James Brown， 嗯，这个是等于是霹雳舞的一个他的这个最经典的一首歌，或最开始的一首歌。哦，那当然这个讲实在话，就是说这个，哎，这文艺青年的，文艺青年。对，文艺青年。文艺青年。现在是在这个来讲是可以说霹雳舞最基本的，但是因为受限于时间，还有我的成绩比较低一点，所以我们能够表演的就是最基本，就是等于是 one on one， 就是我们要请理事长来示范一下。没有，没有，这我为什么要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讲，我绝对是不标准。嗯。那为什么我要去学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做什么就要像什么。居然我已经答应了人家要去做这个霹雳舞协会理事长，我答应了这群年轻人要帮助他们，我势必也要自己会跳一点。你不能每次什么运动协会理事长肚子大大坐在那里，你说谁都不懂。我不是讲谁。你既然要做这个单项推广这个运动，你就必须自己会一点。但是我必须讲实话，我真的就只会一点点，就是刚开始的，比如说刚开始的基本步，然后刚开始的一些小小变化，多了我真的不行。没问题，赶快暖身一下，因为小朋友还在等你的饭呢。对，暖身，标准暖身，来暖身。然后那个眼镜要不要拿下来？眼镜。第一个就是，等一下我回去会帮你再后置音乐了。我们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那什么叫做大老鹰的 two step， 这是最基本的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叫做印第安步，很厉害哎！还有还没有，还有那种啊，就这样子啊？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音乐放了没有？放了，放了。好，那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来。你要不要跳？啊，哎，我们有帅哥陪你跳。你也会是？来，来来，我们现在有三个同事一起跳。不会，有智障哎。OK， 最后到智障。哦，就这样子哦。这样就好了。哎，不错哦，不错哦。蛮像的。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这叫印第安步。掌声鼓励！谢谢我的老朋友，对我们当你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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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这个很简单，来，没有，反正重点是不是腿太短了，踩踏，踢踩踏，对。所以在家里也会吗？也会跳吗？在家里？我没有其他运动哦 ，OK， 好，今天非常谢谢秀文来接受我们的访问，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，拜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是钱子，非常开心你来支持我们新闻大白话。可是不要忘了，我们新闻大白话还有个番外篇，叫做超前新闻。我们会请来你最喜欢的新闻人物跟钱子一起直播，每天6:10不定期会直播。还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，一定要订阅我们新闻大白话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按赞分享，拜托喽。